同修们梦到共修组里一些同修是菩萨，这些梦里显示是菩萨的同修们，现实中都不是张扬的人，但都心明眼亮，很善良，不伤人。有的很放得下，在共修组里帮助大家，有的还没有从家庭里走出来。同修们要告诉他们梦到他们是菩萨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很简单了，有什么好讲的啦？你讲给有些人听，他觉得他是菩萨了，他还指手画脚，功高我慢。不管你是谁，你来到人间，你是来救人的，就是要懂得同体大悲，要懂得众生平等，所以我们都是要平等心。你就是在座的有很多人也是成缘再来的，菩萨有大有小的，听得懂吗？有什么稀奇了？所以要懂得，能够不讲嘛就不讲。如果有的时候觉得他退转了，你可以提醒他一下，你过去是菩萨，有人做梦做到你，你不能退转，你不能这么懈怠，你要好好努力。只要有目的的去鼓励和帮助他们，你才能讲，否则你讲了之后只会造成他的功高我慢。听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